破千名韩国瑜支持者在高雄集结，要求国民党遵守承诺，将韩国瑜纳入总统征召内参民调选项。不过，韩国瑜人在泰国无法出席。另一头，人在新加坡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对于是否征召做出较明确的表态，说面对挑战毫无惧怕。会提早，但是绝对没有拖延，而且都比过去几届早。那我们会按照这个时程，我们继续再努力。重申提名按照既有步调，而对于郭台铭动作频频，走访全台座谈，也拉拢中南部基层，传出挺侯派担心拔庄，对此朱立伦回应：我们不要自己造成困扰啊，我们也绝对不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我们对我们主要候选人要有信心。我们一起努力，那我们只要一步一脚印，最后胜利成功一定是我们的。朱立伦要整合非绿，但民众党似乎已经确定要走自己的路。五月中下旬将完成总统提名，朱立伦则重申为台湾好，希望团结所有非绿。新唐亚太电视台北高雄综合报道。